到了温度低冷、高空、久违的节气小水，谁呀？你们赶紧进来！这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美丽的鱼。赶紧转，快点！它们跟随着大自然的节拍，不声不响的在我们头上跳着美丽的舞蹈，我们常常都没注意而错过喽。 他们的舞越跳越高，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就变成了小冰粒，然后穿过云层，飞向地面。在这飞翔的过程里，小冰粒在空中留下了正电，把自己变成负电的。赶快把门关起来，在那边干什么？对立而又相吸的能量，去前面找位置。在小雨滴冲向地面的同时，不断累积，互相越来越不可抗拒。 终于在一个闪电的瞬间，正电和负电又激烈地结合在一起，这就是雷。我们地球一切的生命，应该就是闪电创造的。科学家们相信，4亿年前的一道闪电，创造了第一个氨基酸。一切生命的。